用高品质的锅盖把数个去皮番茄直接压碎。用高品质的番茄直接把手掌压碎。用高品质的手掌把数个去皮番茄直接压碎。别怀疑，就是高品质的锅盖。不要怀疑，就是高品质的手掌。放在高性能的锅里翻炒，什么都不用加，用小火萃取出番茄的精华。放在高品质的砂锅中，什么都不用加，用小火萃取番茄的精华。冷水下入牛腩，把牛腩的血沫煮出来。冷水下入牛腩，把牛腩的血沫煮出来。牛腩盛出备用。牛腩盛出备孕。另一边的锅子，番茄已经完全萃取出来了。另一边的砂锅，番茄已经完全萃取好了。我们把牛腩加进去，盖盖焖煮两小时。我也把牛腩加进去，盖上盖子，焖煮7200秒。炖两小时也不需要加水，可以再来一些土豆。我炖两小时，还偷偷加了一碗水，必须多来一些土豆，因为我爱吃。最后，我们用海盐、白胡椒、番茄沙司调味。最后，我用食用盐、黑胡椒、番茄酱调味。这一筷子夹上去，肉直接烂了。这一筷子夹下去，我的肉更软烂。浅尝一口，软烂入味，快去做吧！嘤嘤嘤。